所以要拍那种轮廓一点的。我操！我自己给他拍了很多，我觉得。我拍。应该是我应该是可以。这还不够大呀。接头呢？没有了，哇塞！你看我手机里的，看我手机里的，我手机里的，搁这直接拍成。十个准备。
不知道啊，你看成品就知道了呀。你们可以关注一下那个大树银发，他们里个可能会更新那些花絮啥的吧。嗯，你家手机是哪只包？没有啊，我这个照照片。呀，这是什么礼物呀？叫我找找你，这是什么礼物呀？不知道，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可能一会儿就拍完了吧，拍完了就拍完了吧。七彩云，嗯，我给你照一个。啊，真的是。这是蒲公英吗？我没有看过，没有看过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玩意。感谢红姐送的，这个是，应该是。那个是应该是蒲公英啊。嗯，啊，蒲公英，可以不发，可以不发。你们想看的话就给你们补发了，反正我可以给你们弄成全集的那种啊。知道肯定会补发的，回去就给你们补发，一下给你们发上了吗？啊，一次性发完，好的呢，给你们弄一个这种，好的啊。后面也发啊，肯定给你们发，不可能让你们看到一半的。说实话哈，如果你们现在就是取关的人，他现在你们哪怕就是因为他这部剧或者是关注他然后没了就取关的那种，真的是其实要这种分是没有用的。说实话，虽然昨天一听删剧删的，哎，我问了他去上哪去了，那个啥的直播九点都没有那个啥，他出去跟他烦去了。可以，你们想看的话就给你们发呗。这是两很久的心血啊，简直是因为这部剧拍了很长时间了，因为它这个剧情太长了，几千章啊，几千章，然后也拍了有两年吧，然后他那一部剧也是拍了很长时间，然后就是这两部剧。就花了几年时间了，两三年了，这两部剧也是他火的。其实他现在作品里面留的那些都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拍的了，就是质量特别的不好，演技什么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跟得上。他这两部剧是这两部剧就是这两部剧才开始让他这个人这边就是火一点的，就是因为这两部剧，那部就被删了。这部剧也被删了，他就是很崩，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就不想再就是没不知道，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不是，然后现在就是很，因为现在我们公司也在考虑走什么类型啊，现在就是因为现在确实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多简单。因为现在很多很多很多，我就是这种没有实力的公司啊，或者是怎么地倒闭的太多了。其实我们这儿也差一点，我们估计也快了。哎呀，那个啥，那种成本很高的，你进那服装什么的，演员什么的，所有的东西，场地啊，根本就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你不知道，没有做过这一行，你不知道，可能，哎，怎么说呢？你没有做过这个人，这做这个反正压力很大的，做这一行压力很大的。我们工作室的人，其实私下反正我就是也是压力很大。
没心情吧，因为主要还是占一大部分，然后还有就是现在这行不好走啊，真的是每天都陷入无限的焦虑，然后不知道是，我觉得是，哎呀，怎么跟你们说，你们也不能理，你们也可能理解不了，就是很少开心的，就是可能是思想的问题吧，也不知道咋回事，心态的问题，转不过来那个啥。最主要的是就试着生存，你懂不懂？就是能现在就是现在这个行业吧，就是竞争压力比较大，所有的东西都不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现在就是你要么就是你能往上走，你要么就随波逐流，你要么就被刷下去，是这个意思。对，是，而且这不只是一个人的，这是怎么说呢？其实我倒是觉得一个公司其实不需要这么多人，这么多人的话压力也挺大的。反正怎么说呢，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我认识的好几个都已经倒闭了。因为现在的人家有资本的那些人，人家是有实力，有钱，有什么的什么都有，然后人家直接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很专业的，像我们这种很难生存的。而且现在哎，怎么跟你们说呢，我们这最近也在商量一下他们以后要走的路，或者说我们公司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吧。就是说实话，这个摄影吧，就做这一行的，你们觉得好看的那些段子哈，或者是觉得段子，摄影师你必须得有思想，要不然你根本剪辑不出来，就是或者是你拍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可能有好几个摄影师，然后如果他脑子里面没有那个思想，这种东西教都教不出来，是一种靠自己的感觉。假如给你一个剧本，给我一个剧本，可能咱俩的就是咱俩的心里面想的根本就不是一样的，咱俩制作出来也不是一样的。所以摄影师这一方面也很难招的，我们公司也招了，之前最高记录的话也招了有五六个，因为他们这么多人要这么多摄影师足够了，但是根本就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不是说我想要的效果，是观众想要的效果，因为根本就没有播放量，也没有流量，什么都没有，就制作出来的几个月都是这样的状态。然后呢，现在就是买不了了，我会给你们放出来的。对，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以前的。现在是啊，而且我做这行做时间长了，你反正就是做网络主播的，我跟你说没有一个压力不大的。像做这一行竞争压力特别大，你不知道你每天都在陷入一个无限的。我每天都坐在那儿坐到晚上12点多，1点2点还不睡觉呢，就是在想这个公司怎么弄。说实话，我们公司也属于一个很危机的状态。压的就
主要可能还是没有很多实力，就说实话是这样的，别人。其实我们的，总而言之，我招的摄影师或者是我们公司的摄影师没有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的。刚开始我想的很简单嘛，其实我想的是高价花摄影师也好，怎么地的也好，如果说他能达到就是我的要求，或者说怎么地，然后多招几个，然后每天大家忙一点什么的都无所谓。但是我招了这么多，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密室逃脱是什么呀？早上之后等我回去给你们放，给你们放出来。他说了，他就是不宜公开嘛，就可能会就是上面写的几条私人就是不可公开。那你们有没有被就是那种不可公开的那种作品啊？那上面的几条就是那意思呗。对，好的摄影师太少了，反正我到现在没碰到过。而且，哎，我都不知道要不要跟你们说，我真的好想吐槽啊。人啊，就是你。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对啊，确实是，真的是。我就这样跟你们说吧，我们能不能坚持这一年，其实要看我们的改变方向吧。说真的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坚持的，反正这我知道的，可能估计也只有我们这一家了吧。说实话，我觉得其实我的拍摄不是说我那个啥，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涨粉也好，或者说拍视频也好，内容也好，我都是觉得不难的，对我而言是不难的。但是我只有我自己，你懂不懂？就是我自己不可能分身出来两三个，但是我招的那些人呢，或者是说我可能就是公司就是招过来很多摄影师啊，或者是编辑什么的都可以，但是他们我觉得很容易的是对他们来说感觉比登天还难，然后就不可复制，这根本就复制不了。所以就是一群人每天在做这个事儿，还是得不到回报，你懂不懂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可能这一帮人，你要养着这帮人，然后这帮人又不能带来收益，然后几个月是这样了，你可以贴一个月，可以贴两个月，可以贴第三个月，你有多大的资本能贴一直贴呢？你贴到最后，你根本就支撑不起来这个公司了。现在是这样的感觉。因为像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比以前造价要高很多，它一集400-500块钱咋的还是要的，然后还有我们的后期这些摄影师啊、编剧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这些都要，哎，怎么说呢？反正我觉得很难啊，我们每天都很崩溃的。现在就是我们要认真的去考虑这一方面。如果说今年我们能做得好的话，以后可能我们就会越来越好；如果做不好的话，那可能就可能会散伙。其实今年过年的时候，我有想过去这样做，但是我又觉得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什么都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的。
配音，这个配音是因为大家这质量都在上升，如果你的质量不上升也是会被淘汰的，就像就是什么意思吧，就是大家都越来越好，你如果是很差的话你就会被淘汰，就是你们根本就那个啥。嗯，其实我最开始的意思是，我们其实一个公司不需要很多人，大家都就是有积极向上的那种，然后大家一起工作起来还挺开心的。然后就是，哎，我去年一年我用了很多种方法，其实去年一年我没有拍很多剧，然后我就拍了这么这一部。为什么没有拍？因为我觉得我的模式好像是有点问题的。为什么模式有点问题？因为就是我是要发展更多能让大家赚到钱的。说实话，我们团队的女生她是不就没有我们男生挣得多嘛。然后这种其实我把我所有的思想都放在了给他们拍剧身上，我的思想应该放到让他们通过更多的途径然后转化那种，但是我永远都走不开，就是这种我走不开。我也就是我现在完全被拍剧把我困得死死的，我完全没有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虽然下面有这些人，他们更能挑不起大梁，就是不管我招了，去年我也招了很多，然后每个月的工资开销这么大，然后还是没有改善任何问题，就是每天都做一些，就是好几个月就是一直做的，就是一些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我就觉得在他们眼里怎么这么难啊，就是这种。颜值高的女生其实不是说颜值高的女生就可以，颜值再高男生女生都是没有用的，就是这个东西要做内容，你要做内容跟你的方向跟你的类型，你看你是走哪个类型之前要想好它的变现方式。大家都不是大家都在工作吗？你如果说哦，我每天这么我是啊，之前都是一直我配的旁白，就是这样的。不转变，我都去年我都说了不转变，今年就辞，必须辞，公司就死了。然后其实我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因为我自己一直在那儿，我就自己在那儿想，每天想这些事，然后自己给出自己一个想法，然后到第二天可能会觉得就是不行，就把它打消了。然后前几天不是，然后一直尝试让他们卖货吗？因为说实话，大家来到这儿，其实我也是很想让他们挣到钱的。如果说他们挣不到钱，哎，怎么说呢？刚开始那时候，女生其实不是说挣不到钱，我们公司包吃包住，你知道吧？住的、吃的全都包。他来到这儿，然后还有一个前面也给他们保底。然后因为我现在我们公司转变现方式不是那么的好，然后后期有这么多人要养，我们房租什么加起来就是将近20万了，每个月不是每年哈、啊，我们去年装修花了将近一百多，去年花了一百多万，我操！然后我是不是说我也是很想让他们挣到钱，但是我是觉得可能我的方式不对吧，反正就是。好像现在就是我不想通过怎么说呢，现在好像在这说也不太好，他们可能能听到我说的话，然后我还得给他们表现出很积极啊，如果他们听到我说这样的话的话可能会更心态更不好，然后呢我每天还得摆正我的心态，然后去给他们说，哎呀我操。
这个焦虑是有的，直播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还是要努力的，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愁就行了。大家就是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很难的时候，你要想好你以后的路怎么走。如果说你准备未来将来还是要做这个的话，你肯定是要转型，或者是做什么。就我每天想一堆短视频转型这个，我希望大家是我，其实我是想着就是大家一起努力，但是我们现在公司的艺人的状态，说实话，他们懒散的太惯了，然后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他们想努力，也不知道往哪方面去努力，然后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接触，就是因为没有一开始没有一开始去做这个东西，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往哪使力。但是如果说还是跟以前一样，只用我自己的一个人的脑子，或者说用我们后期，说实话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那大家都得死。因为现在疫情嘛，疫情卖不了货，未来的话我们我就是要发展好几个板块，就是现在大家就是什么意思嘛？年纪轻轻的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这样熬着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就在这儿，就是大家都是嘴上说着努力，然后其实根本就没有做什么东西，然后一天一天时间这样过去了，你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死路一条。那如果说大家年纪轻轻的，就算挣钱不挣钱，大家在往着一个方向去拼的时候，你可能这几个月不挣钱，可能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得到，就是你种的树还没有得到果，那你可能两个月三个月或者是半年一年，你肯定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的，只要你去努力了。没有，还是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公司的，其实不管说像做这一行的吧，就是你不要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就是我们公司太懒了，这人就是一，就是说的再多一点，就是没有思想，你知道吧，没有思想做这个是很夸张的，是很，而且还是自己懒，说说。反正其实说这么多的，最后还是我可没过哈，我只是比较愁。这最近其实过年那段时间，我每天我都特别的崩，我是说下一年的房租要不要交了，我都这样想了。但是我觉得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业，然后为之努力的话，得到的结果你还是会比较开心的。只不过说有的时候吧，我都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人跟我去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公司我每天我都坐在办公室，在那我关着灯就去思考这些问题，连一个，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说，他们根本就也听不懂。你不懂这一行业的人，你跟他说也是废，也是根本就不懂。所以你有的时候想找个人聊聊一聊，你发现根本就没有人去，他根本就不懂。没有一个，就是现在属于什么感觉呢，就是公司所有的人，就我自己，就我自己在就是思考想办法，或者是在未来的方向，我连一个探讨的人都没有。
是有专业的人，我跟他们就是其他做的其他类型的人去聊过，但是别人就是永远是一副就是很积极的状态，然后人家做的也非常好，到我们公司就是抱怨很多，行动很少，就是这种。嗯，真的是有的时候吧，就是，哎，我觉得吧，我一直就这几天，我也是一直在想着跟他们开个会的，就是不是很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我想到一个问题之后，他总会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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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去限制着。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在这说也不太好，在这他直播间说也不太好。对，是的，是，所以我觉得，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互联网，你单个走，你根本就走不起来。然后，所以，其实我想要的就是，如果说一个大的团队。就是大家是没有办法牵着手一起往前走的话，那你还不如一个小的团队，大家就是几个人，大家牵着手往前走，走得更快一些。对，氛围太消极了，就是我现在是我都，就是我现在在跟他们说什么东西，我说一些我的想法呀，或者是我未来希望发展方向，就是他们可能就听一听就过去了，根本就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心里面没有这个危机感还是什么的，就算是有也是就是不行动，我也不是怎么说呢，不太那种。现在不是了，现在不是了，因为现在做这个做久了，大家就懒散的时间惯了，然后你就是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上班啊，可能去每天定点，但是做了这个之后今天是非常颠倒的，而且就是很难有就是跟以前那种上班的心情，或者说啊我上了一个星期啊我休息一天，我觉得这一天哇时间好就是终于可以放松一天了，就没有，就是每天就是感觉是突然有一天上班了，然后就会觉得哇靠很崩，我心态都崩了，我不行，我受不了，我感觉那个啥。就是然后我两个月换一个制度，我去年试了一年我都崩了，我心态都崩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真的是，可能我这个人，其实我这个人也有很大的毛病，我觉得我，好像真的不太适合，就是去管人啊，或者是去立一些这种啥的。对，这个就和公司上班一样，都是一个团体，一起努力才会有业绩，才会有强大。对，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个意思，什么你单独一个人就根本就不行。嗯，不是，不是说这个好玩，其实是一直以来的懒散导致的。你想想啊，假如你每天你都已经习惯了每天上班啊，或者说你每天去做一些事情，你的工作占你的人生中很大一部分，然后你会觉得偶尔休息一天你会觉得很开心。如果说你每天都很懒散，我让你偶尔上一天班，你就会很崩溃的状态。这个是。人性，这个是人性的问题。嗯，制度也立了很多，因为罚款罚的就是，你说怎么办？我之前说很多规章制度啊，然后就是做不好了，或者说他就是触碰你的规章制度，那怎么办？那你罚了很多，我操，每个人罚1000多、1000多、2000多，那还是啊，钱给你，我照样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其实，
服。哎呀操，我真的是。我的，你说啊，黄子琪啊，黄子琪啊，你说说。你试试，你可以说我的名字。不过是这样的话，反正现在我们公司就，因为我感觉跟他们一起开会好像没有多大的用，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不出来。我就是探讨问题的时候，好像只有我自己是积极的，就是很崩。啊，对，过年之前就有这个想法。